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啊。那我们洗头就洗到这里了，好吗？糟糕糟糕，Oh my god！三星过不去了，有没有好心哥哥支持一下的？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哟。好，擦一下手。关注啊！这个倒是挺方便的，一掀就好了。关注啊！有没有想听绝活的？有没有想听绝活的话，可以扣一啊！绝活可以扣一哦。都睡觉了，有没有想听绝活的？强强的绝活哟，可以扣一呀。谢谢荧光棒。
前奔跑。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哟，还差700，等于说今天完成任务的话，我可能就要渡劫了。还有没有什么想听的？有没有想听预警音的？ごめんなさい。ごめんなさい。好像今天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。想听扎扎嘴的声音啊，好的哟。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啊，那是。那应该是未成年吧，那应该还是未成年啊。这个有一点那什么。被离得太近了，会被离得太近了，
不好看呢。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，关注，手是湿的，待会儿。有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三 D 环绕我，起飞了。到2点之后，我可能就少人生了。2点之前的话，就是。说话的话会多一点。
换上号，请要师兄的房卡，还要吗？江江的直升机啊，还要不要？还要吗？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啊。还要吗？还要吗？不说话了。想跟你们互动有点难呢，都不回应的。史上最安静的直播间了。等一下，找一张图啊。找一张图。对，我这个灯光我调不好了，我等别人给我调了。调不好了。好，我稍等一下。这个空嗓的办卡。敲木头是吧？进了吧，咦，不可能吧？我今天穿的裙子，
君，单纯的，我今天先送的大送的赞，有没有好心人送的飞机的呀？啊，有没有好心人送的飞机的？今天一个飞机都没有收到啊，收到就要的一个飞机。那你喜欢什么声音啊？那你们喜欢什么声音啊？喜欢什么声音呢？那你可能就是对摩擦声不感冒吧。哦，好，喜不喜欢口月空啊？都喜欢口月空。清晰的就发音，很有节奏的声音啊。那么你们就是来我这睡觉的呀？为什么我弄不出雷击啊？听到有吗？很久不做，刚刚有没有人接到？是吗？你们等我一下啊，准备给你们弄个雷击。谢冰冰的三架飞机啦，
说我这个人头脉有问题，然后我那个小哥又说我的人头脉没有问题。轻声，记得关注，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哟。是啊，奇了怪了。面又是丑态的吗？是不是又是丑照啊？好，也没听一下敲击声了。啊可以结婚了。
说可以结婚了，不是说已经结婚了。是不是有点有好看吗？差多少就渡劫了？是不是还差？是不是还差七百多渡劫了？晚上好，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哟。有点累了，休息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请你说出来，这是什么？请你立马说出来。935，好吧，当我没说。看得出来吗？做的是裸色的，冰透裸色，发混蛋了。
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当一个废物，然后天天。那你们应该更喜欢弱智吧？不聪明的话，不就是弱智吗？你们喜欢弱智，天天除了吃就是睡，那我倒没有啊。想当一个有钱的废物。我也是纯爱战士，我不喜欢开后宫，不想看那种后宫番。都不想跟我聊天，不想跟我交流感情，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坏女人吧，觉得我好像会把他们吸干，所以他们不愿意跟我聊天。想发出来，怕你们睡不着，知道吧？怕你们等会睡不着要说我了。我压抑住自己内心的坏种。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啊。
我猜，纸浆是吧？可以的。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啊，然后很喜欢的话就送张办卡，然后再很喜欢的话就给酱酱送个飞机，好不好？不好也得好，不好也得好。冰酱的飞机，所以不好也得好。有啊，酱酱自己做的。那没有。想吃酱酱做的点心啊！哦，我看到人家就是钻粉的话会送，就是做的点心吧。就开通钻粉的话，好像有送自己做的点心。但我说实话，我长这么大，我还没有做过点心。难道我要？你们想吃吗？感觉你们不想吃哎。我觉得你如果说开钻粉要送什么的话，我都没有。那周榜前三才送的，我开了，但是还饿着肚肚。我也没有，好不好？
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吃掉我，来呀，来呀，我等着你哦。来吧，吃掉我吧，求之不得。灯关了，记得关注我。现在已经想拴住我们的胃了。我说实话，没给男生做过什么东西。等一下哦，把灯开一下。声音会比较吵啊，白裙子呢？好热呀！啊，有点热。谢谢嘉诚的办卡。为什么我在镜头里面显那么胖啊？感觉很胖很胖。你们觉得胖吗？觉得很可爱。